神剑贯胸的伤势虽重，但他的性命总算是保住了。还好他们带有不少疗伤圣药，调配之后，敷抹上伤处，加上疗伤术法之功，我想他不出三日便可康复。真是有劳子枫姑娘您了，救月儿一命的大恩，只好待来日再报。燕公子，我不过尽己之能救一人之命，你却是尽一人之能救天下众生之命。相较之下，我帮这个小小的忙，何足道哉？啊，我倒是没这么想过，我只是觉得我爹属徒之事大事不对，就这样傻傻的一路打过来，从来也没想过什么，要救天下苍生的性命。再说，如今神剑已断，再不能挟持我爹复活持有之徒，今后该当如何？我是一点主意都没有。唉，一切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神剑会断，想来也是天意。到了这个地步，咱们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。为今之计，就只有抢在剩下三邪和令尊完成附身法仪之前，将他们全部打倒。只要无人行以助阵，即使双脚双魂齐备，也是无用。可是，咱们来得及吗？令尊为何挑到这个时候复活持有？就是因为正逢凶星耗银，三百年入主一次狂道天宫，天天间邪气大旺之故。耗银身抵天顶正中之时，方是复生之意的最佳时机。如今离死时刻还有十来天，借助真心大师四鬼搜寻，一定可以找到他们的踪迹。原来如此，咱们这下子得防守为攻了。对，不过如今敌暗我明，以令尊行事机敏，调的魔随后追来，小妹会只会剩下三邪在路上设下陷阱埋伏，设法劫杀我们。说了也是，以后可留给步步为营，小心谨慎才行。啊，燕大哥，月儿，你这么快就醒了？我怎么了？我现在又在哪里？我记得我忽然间头痛欲裂，看到了师父，然后眼前就是一片黑了。你在神志不清之时中了诸圣的邪法，之后，哎，一言难尽。总之，能够救回你的性命，我已经是很感谢上天保佑了。先不提这个，你现在觉得怎样？一切还好吗？嗯，全身没什么力气，胸口有点痛，其他倒还好。我到底受了什么伤？你被神剑透胸而过，透个有持有魔运炼气护体，这才保住一条小命。哎，这也倒罢了，好不容易交给你们的神剑，就因此毁了。如今天庭已得知此事，三大神将正在西天殿前点兵训令，这却该如何是好？前辈，你什么时候到的？此话当真？是朱景派神鸟向我传话的。神剑一失，太师朱将等皆认为世人无力阻止持有复活，我们事后不可收拾，遂决定出兵讨伐。他知道此举会造成何等后果，因此要我们赶在天庭出事之前解决此事，那么或许人间仍可避过此祸。无论天庭出不出兵，我们本来就会尽力阻止剑邪。唉，他们多此一举，现在我们时间更加紧迫。殷大哥，神剑什么时候断的？那些难道九月天刃之剑的吗？嗯，在你身陷敌手的时候拿到的，后来因为分魂大法之物融在你魂中的持有天魂，平阴在你身上向我们袭来，我迫不得已只好以神剑刺入你胸口。虽然成功逼出持有天魂，但神剑抵受不住持有的邪力，竟然就此断成两截。殷大哥，对不起，就因为我的缘故，你一心一意寻找的神剑就这样毁了。或许就如我大师兄所说，我真的是个不祥之女吧。自我与你相识以来，不知道你为你带来多少凶险劫难，或许当初我就该死在襄阳城的，那么神剑也就不会。神剑怎么了？莫非是断的？
咦，这声音该不会是太与城中遇到那位老前辈？不简单，不简单，因为还记得老子我，不枉老子大老远的替你们找了个铁匠来。原来是不见老前辈大驾光临，指点远僻里奇，前面一路来此，真是辛苦了。这路虽然是远险，但这位铁匠老兄对路了若指掌，有他带路，走到不辛苦。不，老子的意思是，以老子的神通修为，一路行来，自然是轻松自得，犹如游山玩水。是是是，前辈修为能通天通地，这小小地界但难不倒前辈。前辈，你说替我们带的铁匠可是来帮我们修建的？修建啊，对对对，当然是修建这种大事，不然难道是特意来这边修锅补灶的？前辈，你怎么知道神剑断折之事？老子田机神算，早就料到你们有此麻烦，示意。牛皮吹不下去啊！老实说，是老子背后这位铁匠老兄托我带他来找你们的。是这位铁匠先生拜托前辈带他来此的。啊，是啊，他说他夜里给神仙托梦，说你们的地界有了大麻烦，一定要老子带他来找你们。本来老子以为他在发痴，哪知一路行来，这里倒像他老家一般，说着说着就找到你们了。哎，剩下就让铁匠老兄自己说吧。小人名叫尚英，是个专打兵器的铁匠，前几天有位大仙来托梦，说有一柄神兵因故损毁，非得要小人来修不可，还说了这位小前辈的名字和来此的路径，小人不敢有违神令，就催着这位老前辈匆匆赶来了。原来如此，我们这位失去这柄神剑发错，像现在得以神谕，那可真的有救了。不敢，小人尽力而为便是。那神剑断片，请先让小人共问一番。自当如此。果然是九黑天尊之剑没错，至于这损伤嘛，怎么样，能够修复吗？修是能修，不过得花上好一大番功夫。首先，这神剑乃是七色石子打造而成，这七色石子与其浓铸便硬嫩无比，并非寻常铁炉能够烧化。若要重新熔铸此剑锻铸，非得自那地底冲贯七炼天火炽焰才行。你说的是地界三奇景之一的七炼天火？正是，幸好那七炼天火就在附近，倒还不是问题。不过炼剑之时罡气大盛，恐会吸引四方妖魔齐聚，大事危险，须得诸位在外护卫才行。原来如此，这自然不成问题。既是如此，便请各位随小人前往七炼岩窟。等等，不知这位大侠有何指教？阁下自称是一介铁匠，却对神剑与地界诸所知甚详，单凭神谕托梦之言，实在令人难以信服。阁下究竟是何方神圣？在下无才，却想先弄个清楚。不敢，小人真的是一介铁匠，大侠腰上的龙牙剑如果也有损伤，小人也可一并修理。原来是你，太好了，既然你都来了，我就得放120个心了。之前言语都有得罪，都怪我这人痴心太重，疑心太重，还望见谅。这位大侠，小人鲁顿，您刚才说的这些，小人可是半句都听不懂。你照想，神剑修复之后，你可以好好爱惜，不要劳烦这位铁匠老兄了。眼下没我的事，先走一步了。众位英雄，咱们这就走吧。安琪先生带路，跟我来。第28幕，天眼神皇。这就是天眼天火。既然天地间有此焰能烧融神剑，想必是极致之热才对。怎么这洞里比外头还凉快？这我有点搞不懂了。
七任天火的七任其实是七千任之一，它之所以能冲天冠地，在于其焰聚炼而不热不外散，因此焰旁丝毫不觉得炎暑，焰内却炙热异常，寻常金铁入心炎之中，眨眼间便即消融殆尽，此为七任天火的神异之处。天地造物之起，真是令人叹为观止。倘若没有旁氏，小人这就开始修建，从这当剑最需聚精会神，一旦分心便可能前功尽弃，因此稍后请诸位到洞外守候，在未得小人呼弄之前，谁也不许进洞窥看。在下明白。除此之外，小人有些话想私下和殷公子谈谈，除殷公子之外的在场诸位现在便请退出洞外，大伙就先到外头等一下吧，我马上就到。不知先生有何指教？殷公子，重铸神剑需要以七任天火的夜焰消融，以及神鸟精灵会月魂石、淬炼火筒、翡翠碧沙、明华紫金、火岭冰石、乌光玄铁等七件珍异宝物，炼成七色璎珞来最不断处。殷公子，你们认出七色璎珞，已是十分难得。然而除此之外，还有一件最重要的材料落在你身上。在我身上？是的，最后一块材料便是你的魂魄。我的魂魄？神剑的真谛不是来自于龙柱七行的七色瑶石，也不是来自天地御赐的天津玄文，而是来自封入剑内的禁魂之力。神剑的继承者品除俗心私欲，以意为天下苍生，造福了人师敬念，才是神剑真理之源。没有魂魄的神剑徒具破邪之能，本身就确如流矣，与邪力一碰即断，才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。这无所谓，为了重现神剑之位，消灭这场令人生灵涂炭的灾祸，在下早有牺牲一命的觉悟。哈，所谓封魂并非硬生生把你的魂魄拔走，这是把你魂中灵韵化入剑中，使剑与你心意相连，如此原本只是人前的神剑才拥有魂与命，在你的手中方能发挥它的真力，这原是继承神剑的封魂之意，此刻趁着重铸断剑，正可一气呵成。啊，原来如此，这就请先生动手取魂铸剑，这下绝无异议。等等，还有一事你不可不知，完成封魂之以后，神剑便与你同魂共命，一旦神剑再次魂坏，身为神剑之主的你便跟着魂魄灭散，无可挽救。神剑本身有无穷的力，但强弱就看封魂的气，倘若你自不量力，那你神剑之威与仅仅一力相拼，那气也承受不了力，那便有剑毁神灭一途。多谢先生教诲，于此大家必可牢记在心。好，咱们就开始疯魂之仪，闭上双眼，心中什么都不要想。是。你醒了，感觉如何？大家觉得全身乏力，神志恍惚，好像魂不附体一般。没错，这就是封魂之意中途的症状，因为你的灵韵尚未完全与神剑化为一体，等到神剑修复完成，这些不适便会不药而愈。殷小子，不好了，不好了！你还好吧？瞧你眼色，坏得像无常鬼一般。文佩没事，前辈，外头发生什么事了？哎，老子用天眼都看到，有一大批妖魔正朝这里行来，想必是来找他们寻晦气的。本来有敌来一袭，二话不说开打便是。但你那些伙伴跟你跟得久了，没你带领就有点不知所措，又见你在洞里半天不出来，担心你出什么事情。而硬是推老子进来看看你啊！原来如此，晚辈这就出去跟大伙会合。
林公子，此刻你体跳有益，贸然出战，大事不妥。这个在下明白，不过既然有敌来袭，在下不能让伙伴在外抵挡，我在此会说不出。那你可小心一点，别让我在此的这番苦功白费了。这个在下明白，那么臣妾就有劳先生了。现在情况如何？林大哥，你的脸色苍白了些。林公子，你不要紧吧？可别太勉强。我不要紧，敌方还没到吗？妖气越来越重，想必敌方已近在眼前，大家小心。好小子，原来你们躲在这，虽不知究竟是何方神圣把你们再重铸神界，但可不能让你们称心如意。爷爷，这不是答应老鬼吗？好久不见啊，你什么时候也入了剑仙门下？无尽老鬼，那是你孤陋寡闻，少见多怪，少啰嗦，咱们手下分个真章吧。这么快就要开打了，好，老子就陪你玩个两手。前辈，你要出手吗？哈哈，老子来都来了，还是闲着也是闲着，外面打个两场也无所谓，老子去也。啊，怎么了？又是敌人偷袭？没事，这是重建神剑风魂之影，我想过一会儿神剑完成之后就没事了。哦，那么你自己要小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自己蓄气可以直接休息吧，直接本回的行动会帮忙蓄气。印象中我们先让不见的人去死一死。哦，这样敌人是很多呢。300 OK， 很好。那挡能做这么多攻击吗？欸，可能不行。324，好，连续先飞上去好了，然后再休息一会了。安全秀69等，OK， 夏侯仪走这里好了。哦，那走这里会不会被打死啊？这么多只，算了，还是先那些待机好了。不然就是先放个法术。明 ，OK， 怕明嘛哈。五天黑岩。打死吗？打死了。哼，狂魔大法 ，OK， 该学都学到了，很好。然后这关紫风跟应剑平都不要出手，他等级已经很高了，等级已经90了，有谁比我还强？给我站出来！我现在无敌耶。休息蓄气，休息好了，好，就这样。七三，好，然后领取差一点点，右边呢？哦，右边好像比较快，那先走右边。哇，这个哇，直接拿宝，
九转护元丹。好，接下来七十六九八七啊，站这里好了。然后夏侯乙，夏侯乙，叶明龙吧，反正叶明龙也不用懂，不要打，再打这个。105，好，然后正印的话我看一下，正印数打这次比较好，70，正印应该打这次好了，打左边这次。OK， 然后先一套走左边打蜈蚣好了，他没打死，好，69，然后上官员打着 OK， 哦，天值都不高，这里好，结束。然后叶明龙走左边一点 OK， 就这样这么走上来。然后真也总算来好了，让鬼火往上跑，这样应该会比较好一点，应该是啊。好，OK， 172，然后右边的鬼火，站这里好了。叶明龙出去，夏侯乙上来，神器流转。128，哦，我的速力会减少，是不是？哇，那可能不能用喽。可能金剑品可能就没办法练了。好，金剑品应该不用练，90等的还要练，再练9等就好了。怎么痛啊？蓄气 OK， 完美，轻松。剩下的就再再蓄一次气吧。59 OK， 蓄起来，好，只能这样，没办法，就这样了，剩下的就被打两次会不会死啊，先不要好了。给谁打呢？给真英打，真英可以吗？还继续好，还继续。哎，韩秀才69等，
那也升到70等了。OK， 完美。其他人就学习吧。OK， 就这样。咦，怎么好像什么东西忽然钻进我的心窍中？糟了，会不会是敌人的妖术？不，如今我觉得脑筋清楚多了，全身也充满了力气，想必是铁匠先生将剑铸成了。OK， 哇，铸成之后。速力跟血全部补满啊！哦，所以刚才，哦，所以刚才，好，开打，在这里，神器流转，啊，五，傻眼，他怕什么啊？怕火，他怕火。OK， 火是怕的，主要是怕光吧。火焰之刃照死吗？没关系，我们要致敬他，我们用七焰真火，七华真火。OK 吧，对你有诚意的哦。OK， 很好。OK， 夏侯仪嘛，直接干掉你。OK，OK，、okay okay, 升等，就这样。其他人往下走，继续。两翼玄石是在左下角这一个，他们有人会飞吗？有，欸，没有了。好，就这样。啊，只打了两个，一二四 ，OK。480 117 495 120 OK 好，今天值都蛮高的。然后最后给风寒月收头啊，再三用火属性打 ，OK， 焚炎之阵应该够吧？天火之术就好了。OK， 900折升一等，OK， 70。好。OK， 就这样。有开启风雷罐，拿到了，给风寒月找不到。他放法术吗 ？OK， 没有封魔，好，那应该可以。寒天秀血比较低，
先帮他补一下。OK， 移动珠，然后紫风。好，上。好，我们先让夜明龙补一下。扶起来，看看夜明龙能不能升到九十等。261。其他人 ，OK， 要补。可是用剑眉去补他们，好像没什么，也没什么经验值啊，就让他们不要死就好了。正印的话，用法术吧。哦，用法术打不死哦，烂死了。啊，就这样啊，不管了，不练了，就这样。得到鬼魄披荆，就到此为止了。担心老鬼，看来今天就是你二管买银子了。有什么遗言就赶快说，看在和你认识多年的份上，多少帮你料理一下后事便是。灵魂答应复活了，活了四五百年，何时需要过墓名字的墓志铭呢？这回只不过再次舍弃之肉身，静候下次失魂大法的机会罢了。哎，说来好笑，本都大多谢你助我解脱剑邪黑血魔炉之父，这些日子以来本都受他的气受够了。黑血魔炉之祸，你被下那种玩意儿？哎，是说来话长，不提也罢。只可惜下次本座附身之时，负心老鬼，你大概已经归西极了，没有机会再去救世了。枪体已退，这么快回洞里，看看铁匠先生修仙修得如何了。嗯。殷公子，可喜可贺，神剑已修复，于此便圆悟奉还。多谢先生。殷公子，神剑虽然威力无比，但它并非无所不能。若逢四强敌四强盗，切不可视神剑之为硬拼，须得先以包抄为其消灭其力，再以神剑行最后一击。倘若那是妄用，也是神剑再次断折，其后果小人先前都已说过，还望殷公子戒慎谨记，不可祸忘。是，先生所嘱，在下必定铭记于心。那就好，如今小人知者已了，咱们就此别过。但愿殷公子此行之后诸事顺利，让人间得保太平。在下自当尽力而为，那便万事拜托了。先生，殷公子，后会有期。天哪，铁匠先生走进了千仞天火之中。啊，我知道这位铁匠先生是谁了，原来是他，也难怪，担心世上也只有他才能修好九阴天尊之剑。这么说来，莫非这位铁匠老兄是
人入七丈天火而不伤，那必是掌天下万火诸焰之尊的火神祝融。当初九黑天尊之剑便是出自他手，想知他怕违背天条，是以化身一切铁匠前来修建。哎，他这番用心良苦，这么可是万万无法报答了。啊，你还跟老子来此铁匠老修，便是火神祝融？紫凤姑娘，这是真的吗？嗯，虽然说不上是十分，但我想八成是不会错的。不敬前辈，老是你自负法眼无双，这回也看走眼啦。那这也是没办法的事，老子便再怎么神通广大，也不可能跟真正的天仙较量。不过再怎么说，神剑修复总是喜事一桩，别的就无所谓了。啊，这帮公司注意这个，都忘了修复神剑的本意。这么快到地界巡航去，借着神剑之力，相信这回定能顺利注视我爹。往巡航的路只有一条，咱们就往那里行去，一路上再请真英大师以四鬼之术辅助，我想一定可以顺利找到令尊的。事不宜迟，咱们这就走吧。 OK， 结束啦。啊，好，我存了档。天哪，又不是我刚才不小心就是这样，然后就一定认之间。OK， 拿到了，我是要把它装上去比较好啊，应该先带着哦。好吧，先带着吧，可以先不用装啊，先带着，先这样。天都水月要不完，十圣金丹、九转护元丹、便可增援净肤、九花玉露，然后巨源伞、风雷罐，风雷罐也可以合东西的。九花玉露很多个，给别人几个吧。仙羽超、巨源伞、紫檀素珠，那我们紫檀素珠应该要换一下了。云龙珠、反气丸、反气丸、十圣金丹、增援净肤。OK， 好，然后不进闪的，不进闪的应该无所谓吧？看到反气往那带一个好了。哎，我今天直播也花了两个多小时啊。反气丸，混元以气散。电武金车银的真药，状元丹药，天罡炼符，神机绕卷，巨人伞，夏侯仪，巨人伞。好，存个档。好，这个就到这边结束啊！希望不要记得按下订阅按钮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UB， 还有 Twitch 频道也可以追踪一下。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，大家晚安，拜拜。